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第十届龙星站半决赛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璐。今天非常荣幸能和著名国手曹大元老师一起讲解连笑九段对阵许家瑶八段的棋局。曹老好。哎，你好，亲友们，大家好。那我们龙星站现在到半决赛了，然后四位棋手呢是我们今天的连笑对许家瑶，还有一盘呢是姜维杰对阵龚子豪。那今天的这盘棋呢，他们两个人本身之前呢，是交手过4次，然后许家瑶是1-3，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他们开始的画面。好，现在是在拆在先，实现。好，拆先。第十届中国围棋曹老，咱们拆先的这个习惯一般都是由段位高的段位高的，再或者是年长的，然后是抓白子，让另一方拿黑子或拿一颗就表示单，拿两颗就表示双，拆就是那个抓一把子的这个单双数，单双数，对。好，那他们拆完之后是许家瑶之黑，是黑，对。曹老现在的棋手是不是更喜欢白棋一点？对，是的，我觉得尤其是中国规则，是踢三右四分之三子，相当于是踢清波半了。那是毫无疑问，几乎是接近于100%的棋手，会选择喜欢白棋一白点。棋。但是，假如是日本规则、韩日国规韩则的规则，话，是黑棋踢六目半。就不好说了，可能我觉得也是选白棋的多，占肯定微是多一点，占多数，但是也，但是还是会大部分其实还是会喜欢下白棋，就贴六目半也是喜欢下白棋，是，看来现在黑棋的这个布局压力会大一点，需要追求效率。对，黑棋你下的时候就一直要动脑筋，就是说要下的特别的紧凑，不能有一点点懈怠。那我们看他们好，开始的，许家瑶选择了星小目的开局，是第二手是小目吗？是星星，还是小目？这个是星，这个星，这个是星啊，对，小目，对，然后小目，小目，对，20。这个用时规则还是挺快的，是每手棋30秒。对，10次30秒，然后有这个，十次，对，是10次1分钟，就30秒三一十秒的步，读然秒，后有十对，次延时一分延钟时的一机分会。钟的读秒。现在黑棋挂这个，白白棋棋挂这个，高挂。因为是快棋的关系吧，所以一上来的节奏反而会比较慢，总是会接近于30秒到20几秒的时候，才会落子。等于就是提前去思考一下未来的一些走向的对，打算。并且有的时候刚坐在棋盘前刚落子的话，也是要调整一下状态嘛，进入比进赛入的到那状个态。感觉，黑棋就是简单的拖。现在这样大下雪崩型很少见，几乎就见不着了，对，这都个是外扳了。对，现在就是最简单的这个定式，黑棋还没，黑棋还没下，基本上这个局部是只有这一步走的这个，白棋粘，白棋接，这个也是最多见的下法。现在曹老这个虎跟粘就是还是粘更多一些。对对对，是的。那我记得过去有一段时间，感觉虎会更流行一些。是，第一次人工智能的和我们就人类的顶尖高手对抗，AlphaGo 和李世石的对阵，就经常是出现在虎的这个棋形。对，但现在现在好像人工智能推荐粘更多。可能也是对黑棋这边的压力更大一些，是，就是可能希望也它马上跟对，着。好像后续的变化也相对容易掌握一些。那我们看这盘棋黑棋就是比较简单的，猜一，对。白棋会不会还是在边上拆一个？选择了就是高完成拆。定式。
这盘棋的布局，怎么说呢？好像有点复古的意味。嗯，像之前的人工智能时代之前的布局。是，现在好像我们大家会更见到更多的是星位或者是大跳手脚这样的开局。是，嗯，像这一盘好像一下子这个定式走完之后。对，我们话音未落，你看又来这一手。哎，对，这个也是好久没见到了，曹老师。对，好久没见到这个的后续的变化，不知道人工智能有什么建议。嗯，就是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是大邪。对，大邪其实自古以来就有大邪百变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几乎是围棋定式中变化最多的一种下法。是，但是好像随着 AI 就是人工智能时代，这个下法反而就变少了。对，变得特别特别少。对，我们好像但是现在又出来了，又重新下。看来这盘就是许家阳他的这个布局的策略是走了一个相对复古的风格，不是现在最流行的下法。对，我们看见的这个白棋的下一步也是下的比较简单的。这个尖顶是大邪中可以说是最为简明的变化，一个应法。白棋换。对，如果说之前靠出来的话，那就会比较复杂。那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定式。这样的话应该是要长的。那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我们之前见到的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定式。对，那这个定式看上去就是黑棋取势，白棋要取控。对对，这样。但是好像从全局的配合上来看的话，这个定式似乎是白棋有利一些，因为白棋这一代比较坚实。是，这一代白棋棋比较坚实。这样黑棋这里下厚了之后呢，可能成控的余地不是特别大。你这棋黑的肯定是长的，但是许家阳还在考虑。他肯定不是在考虑要不要长这一手棋。他是在考虑就是之后的变化。肯定是之后。对，所以这也是快棋的一个特色。长。我们看到，对，我们之前熟悉的定式是再爬，对吧？这样。然后跳。这个是老定制。对，他现在等于是不想从这边出头。直接挖。那这个 K 的肯定会吃，这是必然的。连笑路子很快。几乎是在对手的黑棋落在棋盘上的同时他就放上去了。许家阳每一手棋都是会花点时间做考虑的。现在黑棋的下一手接在这里是比较普通的。接在上面。对。还有一个是往下面接。那么这个病呢也是时有出现。上下兼顾一下。两者兼顾一下。对。不过呢可能这个像类似这样的棋呢，你就是效果好的时候是两者兼顾，可能不好的时候呢，你两边都会欠缺一些。对，就是这个病。实战黑的是接了白的断。那这样的话就是白棋的脚控会比较实惠。还是挺大的，这样吃了。因为这里等于是白棋一手棋花在这以后，因为这个棋现在黑棋在想了，应该会下成这样，白棋把这子吃掉。就这里白棋的少了一手棋，本来要在这里爬了跳出来的。放在这里了，这好像是白棋的效率更高一些。那要这样的话，黑棋的这个下法可能不是那么满意。下的有点厚实啊，黑棋就是这个接有点厚实。对，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个人风格。但是从刚刚曹老的分析来看，确实就不知道黑棋有没有可能就是追求一些更高效的下法。是有这可能性的。对，那现在这样的话感觉基本上就会下成应该是这样。对，白棋长黑棋长这样，然后白棋可能拐会下成这样，应该是会要走。对，那我们预见一下是下成这样。对，已经是这样。已经这样。这样的话呢，黑棋
这个定式黑棋这一带非常厚。嗯，不过我这话音未落，我也觉得好像也不算特别厚。对，是，如果这边是还是有一个断点、嗯、啊。现在肯定是要把它算作是后四的。嗯，那这个后四的发挥啊，它的辐射的力啊，被白棋的这个抵消掉很多，对冲掉非常多。嗯。嗯，所以觉得黑棋在这一代的选择就是整体的配置上不是特别理想。是是是，嗯，是的，对，而且是确实像曹老说的，以后如果白棋断跟黑棋拆一交换的话、哦、那感觉这个地方的子还不是很厚。对，嗯，当然现在暂时白棋可能不会马上走。黑棋的下一手是会在这一代下呢，还在这个地方、啊嗯、扩张扩张，这步棋也非常大。嗯，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呼应。我下的话我会下在这，就贯彻这一代的意图、嗯、对，这可能觉得这手棋比较有意思了。嗯，但确实哈，曹老就许家阳好像每一步棋都是要想到最后、不是他的就是他的对手连下好像每一步棋都不怎么想，到现在为止的话，嗯，好、嗯哦，是挂的上面，挂上边，嗯，对，这个挂角的方向肯定是在这边，而不是在这边。嗯，我们要从比较宽的一带，你看见没有？连下路子的速度特别快，他们俩很鲜明的一个对比。嗯。嗯，因为这样的话可能连校如果是比较有必然性的一些招法，他可以借用许家阳的时间，是有可能，对，提前思考想好了、嗯、对，这样黑棋挂完之后，我总是觉得还是想要利用这个的、外势、嗯、这个按部就班下定式了、就是走定式。嗯嗯，现在的这个挂完以后拖已经是标准定式了。对对对，咱们原来拖了扳住学过的这个。这手棋连下在想了。哦，这个局部除了扳，曹老还有别的下法吗？应该是没有，不过就是他当遭到黑的再连扳的时候，会有一些别的下法，可能连下在考虑他的之后的。对，这手棋的再下一步，白棋应该怎么下？嗯，现在黑的应该是连扳。对，但是许家阳应该会一如既往的先用这个时间对后面进行一些思考，用足。对，曹老好像许家阳本身下慢棋的时候也是、嗯、就是他就属于棋比较慢的这个类型的、啊、他好像那就说明他读秒功力会很是经验很丰富，确实是这样。嗯，其实这个几十年来我见的比较多了、嗯、就是尤其是当时的日本棋手，嗯，日本有一个快棋比赛，嗯，有叫 NHK 杯的一个比赛、嗯、历史很悠久了、嗯、比中韩的快棋赛的历史都要悠久、嗯、那个比赛的冠军，嗯，都是平时下得慢的啊，对、哦、就是慢棋的比赛下得很慢的。嗯，当时日本有就是每方十几个小时甚至于二十个小时，嗯，这样的几日制的赛事、嗯、他们的时间都能用完。但是、哦、他们反而下这种超快棋的话，也很厉害，就 NHK 这样的快棋， NHK 的快棋的用词规则跟现在我们这个龙兴战的规则用词规则是一样的。哦，所以这样的冠军经常被擅长于下慢棋的棋手所获得。哦，对，棋友们，我们今天学到了，曹老告诉我们，其实就是平时慢棋下的多的人，他反而这个读秒功力就强。那他下这种超快棋，有可能就是、对，读秒功力强也有道理的。他读秒的机会多、啊，对，是。他平时锻炼的也多，对，老能下到。对，嗯。那我们看他们实战在这个地方，还是选择了一个。这是一个现在来说是一个基本的定式。对。接下来白棋就是跟着走还是啊、哦、脱先脱先挂这个挂这个。 现在好像大家都慢慢的把这个字看清了，嗯，不在这个局部就是不马上下这个字的这个变化、很常见、对，变得常见，原来几乎马上就会走这个、对，嗯，这个是压，嗯，等于先留一天压这个，这个压现在是流行型。嗯对，
在这个 AI 之前可能还是相对的，在就是挂角的时候其实选择压的不是特别多。压的话应该说是这样，就是高水平的棋子下的应该是没有。哦，就是水平略微稍低一些的业余棋棋手会下这个压。对，是。但是现在这个压似乎就接近于正解的下法。是很有意思，所以也看到我们就是围棋理念上的一些变化。现在那白棋应该是要搬。黑棋应该是长。我们先预测一下他们俩的下法。感觉上是这样。这个时候我觉得连笑应该是用掉了一次保留时间。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棋搬不一定是绝对的，它还有可能。那他不能挖吧，现在争子不利，他这个挖他的如果是下成这样接上。那我争子不利，我只能长。只能长就不是太好。这个棋形就算黑棋不这么跟你作战，这样作战黑的也能下，就算黑的下到这儿的棋形，局部来说这棋形也已经是黑棋便宜了。这个争子不利的话，就是这个争子不能争掉，只能退，白棋棋形就比较松。所以白棋只有在争子有利的情况下再挖。应该是搬这个。还是下的搬。黑棋长。这下一步很普通的，就是黑白棋要是长一个。对，那这个大家就挡住，比较熟悉。因为这个地方呢，长完之后这个冲断呢是基本上是马上是不能成立的。我看见很意外的一步棋。对，白棋是接在这里。回去。这个是连笑有新的研究吗？之前曹老我是觉得这两个我见过的比较多。对，还有这个也有。这个也有。还有拖。很个别的时候也有直接点在脚里的。这个接太冷静了吧。不，这个棋一般的来说被黑棋唬在这儿，这个局部这个棋形肯定是黑棋便宜。因为有这样下的。对。压了，以前的定式啊有这么压了往下一虎的。对。然后白棋打吃。对，白棋打吃，黑棋接上。然后呢白棋这个跟这个是二选一，也是都是可以下的棋。这个竟然是不打的，让黑棋藏在这，黑棋难道会有什么不满意吗？我觉得这棋形黑的应该是蛮充分的。不过呢脚上略微有点空虚。对，曹老的手歌很清晰的呈现了。就这个是你舍不得打一下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理由。说起来的话我们看到许家燕现在在考虑中。还是虎落子吧，虎在这。是。我注意到许家阳落完子以后那一下拍中要特别快，感觉上他是不是每一次都可能已经读到八或者九，就是要对特别快才到九的话就很危险。是很危险。对，棋友们待会儿可以注意一下，我看到他每一次落完子以后在摁中的那个手速是非常的快。对。那白棋马上就点脚。就像曹老说的，可能唯一的黑棋有可能有缺陷的就是脚上相对空虚一点。对。现在白棋是点脚，马上就点。点这个。黑棋肯定是不能容忍下在这里的。这个被白棋搬过，这是无法容忍的一步棋。那就是这几个阻度的方式。对，阻度利吗？利。力的话对这边的眼位可能就差一点。对。因为它飞出来之后，假如以后你从下面拦住的话，本身这局部它这样一下就火了。就对脚上压迫小。是。那现在看上去这边已经拆好了。对。假如走这个呢，它这个脚里它再下一手就走不火。对。这样的话它先出头。它你压它长。以后这个局部这么一走就火了。假如这样的话它已经走不火。好像还是它还是尖了。对，曹老
的分析，就是现在因为白棋这边比较厚，对，那要对这个子施压，就尖的阻度。是这个局部，假如没这个子的话，还有一点点可能性往这边搬。啊，现在是你说的对了，这边厚了，它往这边行棋意义不是特别大，所以它小尖。嗯，小尖之后，假如白棋飞出去的话，黑棋会，拦住它。它脚里在下一手棋也不能成果。可能有点窘迫哦，他下在这个大飞，就比较苦。刚刚的飞，所以他选择的是大飞。这个棋形，黑的能够跳吗？局部来讲，这个子就跑不了了。跑不了，我在想是这么一个，假如我单下在这儿，单下在这儿，你是黑子外边，我如果守这个。行吗？因为这个时候你走这个的话，我这个点，这两个交换一定就便宜吗？我还是持一个问号。对，嗯，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对，因为目数上肯定对这边是暴损。对，这边是你是有对有一些借用，借用，但是这个是未来到底本身你目就是很亏了，这边你是有先手。嗯，是。是有没有可能性单下这个好了？这两个走完，再下、这个。假如黑的跳这个，黑的倒是一直在考虑中啊。他就是在考虑跳一个，还是有些别的想法？跳不好吗？局部来说好像没什么别的棋，挤进去，我爬也把你爬死。对。这个也没有。他是走这个，他还是觉得这样给白棋借用了吗？有一点点不是很明白。是。这个跳的话是这边的话，因为先手多了一点。就是说对这个子，起码是这个是先手。然后这个棋形还是比较好。是。不过你走这个的话，这棋他搬过之后，下一手棋黑棋下哪呢？这种棋形到底是走外面还是走里面？这个肯定是不可能。被他提个肯定。对，这还不如刚刚直接跳。里边你也有点痛心的。里边你是现在是这样跳还是断？有没有还是拦逼住他呢？如果逼住我还是挺想就逼住他了。逼着他现在是不能往这边挡的，挡我可以外边挖了，你这么多死一个，我没花手术就把你两个吃了，你吃这个的话我吃这个，有这样一个对比，对，这个肯定是黑棋满意的，我然后假如白的下别的棋的话，一手棋没完全下活，这个还没活呢，这个也会不够，很想下在这儿的，我们看见了黑棋已经断掉了。断的话、就是白棋以后留下了两种变化，一个在这里把这个子救回来，一个是把吃掉，对，脚就能活，就虽然说活的会有一点委屈稍微，但是如果一旦这一代变重复的话，对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对，是，就是你这一代如果有黑棋的话，它就可以活了，马上就转过来，对，所以白的下在这儿，对，就是这个地方白棋现在又可以吃又可以把它救回来，反而有弹性，是哦，他不太怕黑棋在这一带行棋。那下到这儿的话，曹老您觉得布局整个感觉上，我觉得白棋还是不错的，就从这一带到这一带的定性，是白棋空多啊，很实惠的空，这个应该左边，这边应该也是白棋的实力。那这个角，白棋是实空很大。我看见这个是下在这儿。坐在这儿。这手棋，蛮有意思的。这缝隙肯定是有点大的。对，留下了一个。但是你走这个呢？这个白子太容易处理了，碰碰啊弄弄，你就很难办。是，
他这边让你不自在，你要进来呢，他就跟你战斗。作战，嗯。现在你压呢，他退，这个是一个很配的来说是很好的棋型。嗯。像这样的棋呢，就是给对手制造一些难点。嗯。你如果下来这一带的呢，就对手太开心了，太舒服了，无论是这边还是这边，嗯、对手就把这虎了，把这一拆都可以。对。他也行了。嗯。所以他要下来这。是。也确实连笑感到有点为难，嗯嗯，还没马上落子，对，确实，嗯，因为现在的这个位置呢，又像曹老刚刚说的，如果黑棋进的话、嗯、白棋有活角的心情，对对对，进的话有活角，对，现在的这个距离呢，白棋又不想当天去活角，对对对，是的，嗯，那他现在要做一个选择，是打入还是挺难处理这一带，处理这一带嘛，空间就小了一些。不是，就往这下的话呢，无论如何，嗯，就是说，黑棋总是满意的，就算最简单的长，嗯，比这样的长黑的，就是白多撑了一路。这个地方它舒展很多了。嗯，是的。所以白棋这一带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嗯，这个黑的就因为下了这个拆山，就把难题留给了对手。嗯。真的，这是一个局面的分歧点。嗯，是。之前连笑在下立的时候、嗯，可能就觉得黑棋如果简单处理，他把这个上面处理好，形势肯定是不错。是。嗯，现在黑棋撑了一步之后，嗯，白棋要怎么去处理？哦，打入。嗯，还是打入了。还是打入。这个就。必然会形成战斗了，黑棋应该是要压出去、嗯、对，这步应该是必然的、嗯、白棋是不是也会要跳，这个应该也是必然的，这个好像、嗯、这个局部来说有点亏，嗯，对，这边上的比较多、嗯、黑的是贴啊、哦，确实连下马上是、嗯、马上就跳了，黑棋的下一步呢？是不是这边的头还是头要出来是吧？嗯，但是、嗯、或者是，但是出来可能被白棋走一下，这个子又有点薄。对。嗯，那他不出来的话，好像白棋还可以哈、啊。嗯，如果是这样，这样，这样，还、嗯、好、啊，似乎能照在这是。是。白的这个是先手，嗯，这个不过不是100%先手，嗯，不是绝线，不过不靠这个战斗，好像白的已经可以了，嗯，这样看上去好像黑棋这个有点过分，嗯嗯，那他如果不出头的话，他不出头得出吧，如果是走在这边，黑棋下在这边是吧？下在这边，下在这边。那白棋这个不下掉就便宜了，他可以单把你扳住、哦。我这个头又变软了。啊，他这个扳在这儿还是挺大的。嗯，是等于利用黑棋这两个子气有点紧。对，因为假如不是这个扳严厉的话，嗯、黑白棋本来是可以走这个再跳一个。哦。这个他是不是担心白棋从这地方来？嗯。是，现在这个很明显就扳不住了、嗯。对，现在这样是能够扳住了。嗯，现在许家阳一直是未落子，他就是这地方觉得不好处理。嗯，他假如跳这个，他就扳头。嗯，出这个他尖再罩住，大概是这个意思。对，所以他想尽量找一个能把这两件事儿给同时解决、照顾到一点的一个下法。那是这个吗？啊。对，先走一下，先虎一端，嗯，如果你挡下来，我就可以跳、哎、对，我就便宜了，你就扳不住我了，这样你就扳不住我了，嗯，我觉得曹老这个好，可能虎一个，虎有点担心虎不着，嗯，是，那白的可能也就清处理了之类的、嗯、清处理顺过来是吧，嗯，白棋也是堂堂正正的，因为这里面有活角，这一带是把黑棋往这边赶关系不大、嗯、是，哎，他失虎了。哦，就是要、那我们看白棋会不会挡？我觉得挡，
意义不是特别大。嗯，挡的话黑棋是蹭一刀。对，那这两个子就有点不好办。对，我觉得曹老刚刚这个图不错，看起来就这样的话黑棋、啊、对，不知道，因为黑棋如果像曹老说吃在这儿的话，那就总是欠一个。嗯，对，这个肯定是欠的。哦、嗯啊，他下的更强。哦，飞。这个能成立，这个黑棋怎么办？嗯，有点气人太盛了吧？是，黑的这都有一个后门。后门，对。他难道不要冲断你吗？能无可能吧？嗯，这个好像黑的没有。对，没别的棋下了，你现在就把人家赶回去，嗯、或者赶到下面，但冲断。对，冲断会战成什么样？这个战斗，如假如说把它称之为是战斗的话，这个是黑棋所哦，这是白棋所引发的，这手棋所引发的。按理说应该白棋不怕，对，有所防备，否则的话这被一冲，如果你就不利了，是，那就这是必然的了，那就这个选择就有疑问了。哦，还没有下，应该是要断，断，只有断，就不。不断好像没有闪躲的余地、嗯、啊，断完白的这个局部怎么办？现在它下面它有过、哦、是本身我们看这个棋形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贴但现在黑的这是如果有什么扳虎就回去了呀，对，一扳虎就回去了、嗯、那这个白的有把握吗？这个战斗哦、你看到黑棋断了，是黑棋，所以说这个局部在我还没经过计算的第一感我是往后面下的这个是很安稳的、嗯、这个当然是特别凶了，如果能成立的话肯定好，白棋一举就能形势占优了，嗯，不过这个一举占优的反面也很可能会出现，就一举就形势不利了。对，因为本身我们之前看感觉白棋的调子还不错，它是贴下去了。哇，这连这个局部，这局部棋形是有尖有长，还有个就贴。当然，如果外边子力，黑棋这一带不是那么多的话，这个都是黑棋战斗的援军了，一下就过了。这个图形、本来是打了贴，对，打了贴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是没有的，那白棋是可以这样下的。嗯，现在当然不能成立，他下去过了，打了贴肯定不能成立。是，这个也算是比较凶的一个下法。还有一个就是藏在这儿。嗯，藏在这儿呢，就是还是要经过一些计算。嗯，让黑棋盖住了怎么办？不过我是看到是棋是这样的，这个在一小尖，那同样的如果是这样下的话，这个棋形被黑棋藏在这儿，是不是白棋棋形更局促一些呢？那不是这样好吗？是这样，好像曹老这么一分析就觉得，如果你就是挡完扳是要这样退让的话，他扳他是不能扳住的，扳住也没意义是吧？嗯，他可能觉得这俩交换他本来可以跳在这儿，那他现在跳在这儿呢，这个棋形也不好是吧？黑的可能这样藏在这里了，他先走的话他藏在这里，有这可能性。嗯，他现在尖呢，他是这一带不想让你放一手棋，就是说已经有一手棋的意思了，就是这他的意思就是这里黑棋是必须得有一步棋的。嗯，那么我这手棋呢不用放在这，可以放在啊，可以出头。它是小尖，我们看的实战是这样啊。嗯，那这个棋是但这个棋现在白棋本身这两个效率是很低的，很低很低，因为局部来讲眼形应该是一手到位的，现在为了让黑棋没有度过，它等于是先下了一个比较缓的一个棋形，黑棋还依然是贴住成立的，对，本来它再怎么样这一带也有出头啊，对，它贴住的话它逼着你定型，希望你虎跟我走交换，黑棋就安心了。然后呢这一带他不能吃这个火是吧？
这个他还打下来还不见得活。嗯，这白棋需要把这块棋做活的话，就外围各处都要遭受一点损失啊。是。说曹老现在如果白棋只能从里面走，那他还不如之前就是先交换了。对，就刚刚那个图，至少这一代黑的是封的不太完整，没有完整的封锁。对对，现在白棋是花时间在考虑，这说明，反正你在花时间在考虑，绝大部分情况下。是觉得遇到了一点难题了。嗯，这样倒推的话，就是可能之前的一些选择，对，值得商榷。嗯，因为这一代白棋也主不了步，黑的这里还有出头。嗯，有点苦恼。等于这个扳也是不容易想着的一手棋，从里往外扳。嗯，也是损。嗯嗯，扳这个跟哪里有关系呢？眼泪跟眼位有关系，他挡住，他要眼位的话是跟就只能看到这个，对，等于说白棋能走在这儿，但是这么活的话，白棋已经是有点，对，等于说他甚至担心就是以后如果虎完再扳，有可能黑的会断，嗯，这样就是这儿还没有眼，他需要先扳一下，有这个可能性。啊，那感觉白棋还是有点苦，这个局部下很苦了。嗯，还是走在这儿了。哎呦，那这个从曹老刚刚分析来看，这个从逻辑上白棋应该这一串就不太效果不好。嗯，效果不好。嗯，这样黑棋就联络，联络是粘还是虎？我在想这个眼要不要冲掉啊，把这眼给破掉。不过这个也是下不出手啊，外边气有点紧。嗯，哦，还是虎了，他就有单虎、啊、算了，也不破这个眼。白棋是不是抓紧时间打一个呢？以后这两个有可能被对手踢掉了。嗯，对手打掉应该是不亏，不亏。嗯，但是如果两个要，他就没必要打。哦，所以看他是怎么想这个地方。那现在曹老这个地方白棋活是什么？虎着活了，但走这个是活了，走这个活的话，这两个就丢了。哦，是吧？所以白棋也是要面临选择，是是接上他接上度过。另外，白棋这样活，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黑棋冲这个的时候，白棋是不能接了。嗯，接的话，这个局部就死了。这个脚底一个眼，这里白的也是一个后手眼。嗯，那么走这个的时候，等于得啊，得团活啊，嗯，是吧？那跟这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对，现在没看出有关系，叫吃接上。嗯，这个图现在是这样。我们看白棋的下一手，扳的话，按说白的是要下在这儿。嗯，是。这两个想要。嗯。我现在有这两个，不要了吗？嗯，会不会是像曹老您刚刚说的，如果他不扳这下，黑棋就把这个冲掉，冲掉是吧？哇，就这样。哇，这我觉得我也是。如果也不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嗯，这样您虎的话，我撑住扳，我就断您了。对，扳不到。对，确实是。嗯，对。有这个担心，有这担心。刚才说的是这个图形，也就是说，这样。接上。嗯，如果是这个图。扳的话就要断，断在这，嗯，哇，也是很狠，嗯，对，出去就把你全接了，对，这样刚好您长我就可以、对，就这样蹭出来，嗯我就勾出来，哎，不过他好像可以下这个，可以跑出来，哎，有一个回响，对，这个气好像有点问题，对，夹不住正好，嗯，那这个还是没有，嗯，那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扳掉这些，不知道。嗯，可能这一代白棋的处理，可能白棋这个扳，假如这么看的话，不见得有充分的理由。嗯，现在他是吃在这里了。
那如果是吃在这个图这下是肯定亏的，是吧？嗯，肯定是亏。他现在是下成这样啊、哦，这两个关有了。对，是下成这个图。嗯。嗯。啊，黑棋去冲了。黑棋冲。对。白棋走这个。对。那黑棋很扣啊。嗯。黑棋等于含着这两个子。对。嗯。这个冲。如果他要是不想提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先放着？现在不提，现在就不走。你说？啊，没，就不走，是不是这一下也不用走？这一下？这下不走，他有可能是不是怕走不着呢？这逆收目大，一二。万一？啊，也有可能。万一啊，我是说，嗯，也可以先不走，确实先不走是可以的。嗯。不过大概作为黑棋方来说，他不大可能对走这两个交换啊，这是不可能啊，所以说早晚还是走了，也差不多安心一点。嗯，就搬这个，搬就是扩张中腹。嗯，这个棋形还是挺舒服的。这个啊，飞飞先捞了再说。嗯。这棋有点想盖住它，嗯，就让这两个后势能够连到一起。我这个，嗯，这个规模挺大的，就打了盖过去了。嗯，是，这个黑棋比较容易掌握吧？嗯嗯，掌握就盖就行。嗯。所以这样白的应该不太好，没一直压过去了。嗯，白棋也许会退啊，这样那您退的话我哎再继续压，继续压。你要走这个，我这个压不压都有可能，压也挺好。嗯，这多厚啊，真是连成一片。为什么不这么想？嗯，还在考虑。嗯，这个棋不是挺好的吗？对，这把咱们之前说这一代有可能以后黑棋有的保卫全没了。嗯，现在感觉白棋就是要考虑中间消灾大的问题。对，他这个关是真的是应该不是太好的吧？没办法，这只有挡住，打直接上。我现在不跟你战斗，不是说把这拉出来，我就这样。七个子，嗯，这好像挺好。嗯，我这黑的应该选择这个下法，他还在考虑啥呀？嗯，这个。用掉一次子吗？可能都不止，黑棋这地方、一分钟子了吗？黑棋一直在考虑。对。盖住。反正我。盖住，我好像觉得别无选择的一个点。嗯。这种就有点薄了。嗯。有点贪心。就这里留下点保卫，这一带的地呢会好一点。刚才因为白的一藏到这个地方，一下子就度过了。嗯，刚刚那个图等于就是最后的一个，整个特别能把就是上下这两块后势全部连起来。嗯，可以预见到，就刚刚曹老那个图，白棋以后可能要花很多手去消这块空。对对对，这个图应该现在形势应该黑棋好。嗯。上面的这个战斗、白棋明显是有点问题，但哎，想了半天飞啊，飞的话，他这边，就曹老刚刚说的那个不太容易那么容易成控，不过你自己松很多，对，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抉择和判断上，就许家阳还是不舍得把这个地方撞后，不舍得是，他还是想，对。都留下一些变化。是啊，这个让白棋再跳一个，你应该怎么下呢？好像还是白棋控还是围到了。对啊。然后黑的明显没有刚刚那个厚。那还是盖住好。对，等于紧凑那样下。不是这样，除非黑棋不下不会啊。不下走这个。不下没什么，不走这个你现在的话。上边跟下边你可能有一边就会控制不上，特别小，对，他还是跳了。要是这样的话，显然这样好吧？这黑的厚太多了，对，就这样好。这个空也多啊，
嗯，这多一排空了。是。白棋的话没什么区别啊。嗯。白棋度过一样啊。嗯。是。这个本来是贴着这三目是黑棋的空，并且厚啊。嗯。是。看看这。对，这总感觉白棋以后说不准还能在你的这个外势上长一颗棋子。对对对。感觉这两步有可能稍微缓了一点点，松了啊，嗯，哦，他下的这现在洗出来，嗯，把这块空洗出来，20，这白棋进的挺深的，嗯，如果嗯如果也形势所迫的，对，啊，我就说如果形势不错的话，可能就是咱们常见的一些。这个常见的一些，这种也是常见的。对，就这个几个字就算了，嗯，愣死了。对，而且现在是下在这个位置，这对，暴露了。现在连笑肯定觉得这个形势需要加加油，嗯，得下的紧凑一些，拼一点。下在这儿，嗯，那这个位置黑的就没有再围的余地了，太小了。嗯，围就走一个也算是围，能也能围一点空，嗯，啊，他是正，哦，因为现在上边黑这边还有一黑棋还有个模样吧，嗯，是，所以他这方向进攻从那边成功，嗯，也是一个思路，是，他又藏在这儿，嗯，藏，全部要连黑，嗯。啊，以后就要他接上，嗯，接上的话，这有个冲，这个这地方就全薄了黑棋，哦，这个接很大，哦，黑色要提了，哦，这接很大，嗯，因为接完这地方不对，这地方，对，厚薄一下子，冲子先手，对，嗯，所以他必须要提掉，他是提掉了，哦。提到白棋应该还是要走一个吧，白棋先刺一下，哦，刺，对啊，这地方刚才那个贴紧了哪里刺刺啊，就粘，嗯，那明显的这一代黑棋的选择很直观的看到不如刚刚曹老推荐的就是嗯厚实一些，嗯，这样等于啊这个字在这儿，这样等于白棋是先手，嗯，把这地方联络，然后这个真的没有挖吗？怕他冲过来，也有可能。哦，走不到了。就这样吗？这个你损空也损失的好大好大。嗯。这个挖这个绝不是一个蛮好的棋，对，我退出来。哦。这个以后我就断这个就行了，这都是空很大了。嗯，该白棋下白棋也不好围，白棋那白棋走一个你就后手了。对，这个接对他没什么帮助，只是黑子以后拐下去，嗯，是产生这个点了。对，但如果被白棋过的话，啊，这个差一点，这样的棋型不想粘，对，请棋友们记住，反正是有这个手筋的一个硬法。嗯嗯，对，他是粘了，他跳出去还是跳了，嗯？我觉得黑的这个步调，这个将的进攻有点小。嗯，就真的就盯着这个吃吗？是，感觉上黑棋从这一步开始，这一串可能稍微的，嗯，有点松了啊。嗯，对。可能之前的这个优势到这时候感觉就又接近了，双方可能又是一盘非常激烈的一个，嗯，对，毕竟你现在下边，嗯，下边黑棋的空变得特别小了，对，一旦好像白棋比如说把头转过来之类的，对，转过来比如说就这类转过来，嗯，对，这看上去其实白棋空还是挺多的，嗯，这盘棋，嗯，所以这一串黑棋是瞄着有点分段，这样是吧，嗯，这个吃起来我还没觉得没挖，嗯，我如果挖打，嗯，觉得黑的吃的不是特别的满意，嗯，
对他败也嗯，就算是粘在外面也可以。对，比如说我就在这有个字儿，对，这是可以的。对，现在白棋还在想，白棋要不要布？在考虑什么？我们猜测一下。嗯，这一带也挺大的。如果觉得这几个字。啊、不怕的话还是有点怕的这一代没联络嗯有点过分哈、啊、嗯还是我觉得曹老的这个比较就是既照顾他、啊、然后又把转到这边现在黑的再吃这个马上这个就非常大黑的很有可能得黑有可能还是对啊那这步棋就有可能慢了吧、啊啊、那他是更凶一些哦连下下这是更凶一些嗯那他这个就逼得黑棋必须要对白棋中央有一点是攻势，因为都听起来说不大可能这样，嗯，送对手回家这个不好，是，对。这手棋一下，黑棋在下面的这块空其实就基本上特别小，对，指望最大也就是这样了、嗯，所以黑的现在对中间肯定要有点手段。黑棋、嗯、来这边怎么骚扰一下？不是。骚扰就是骚扰这种，反正白棋也闭着眼睛藏，就跟着应、嗯，然后您还有一下这个先手，当中就不管，这个能是先手吗？这个不是先手，可能，嗯，他不理你，嗯，这个能走到还是便宜的，对，他不走飞下来，那他这三个啊就小了，比如说白的现在就在跳这边，嗯、是，嗯。那黑棋还是得看看这个对双方来说都是现在是很困难的局面嗯四五六七现在目前是本局的胜负最关键处嗯啊许佳妍还走得很扎实这个跳是很扎实的一步棋嗯一步一个脚印、就是、想来的话对想起来大概白的也没信心这里硬一个对也有点过分了吧这样子硬的话、嗯那么之后呢黑的就有一步一个脚印的能取实地的下方这三个子现在会被对会被吃掉嗯啊白棋处理中央 嗯对挺厚的嗯现在黑的如果是黑棋怎么办黑棋要是简单的走一走好像走一走的话你不见得是先手啊嗯这样走一走这不有断点吗嗯是哦反击反击这个是反击这他是这样嗯他要往里冲哦那这白的得要吧对他的要的他再看看这个断单能不能成立、嗯、是这个是黑棋的先手权利了、嗯、那就是我们预见可能会下成这样、嗯、对这样的话这黑棋的气也很紧啊对感觉也是需要勇气这打算藏出来对如果你长嗯就比如飞或小尖白棋小尖这里但这拐有先手不要这个步伐应该不在嘛不我小尖在这儿的话你这里连着上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嗯那我就也有点可怕了嗯就是我很有可能被您这边就是不是简单的飞下来吃的问题了、嗯、对嗯那如果曹老我走这边这、啊、走这边走、这个、走这边他应该跳这个对这个也很复杂嗯他拐现在是不是嗯我翻对走我虎一个这个也是双方都很危险的一个图、嗯、双方都很危险没错、嗯黑的气也很紧也蛮紧的黑的很紧对黑的这种手筋也小心自己这两个容易掉对嗯复杂嗯是已经下成这个样子了但是现在白的
我们看一下实战是这样啊，对，现在是到这儿，实战的进程，黑棋搬，白棋是挡住了，嗯，黑棋冲，去冲，白棋打吃完，黑棋接上，白棋接上，嗯，还没有，哎，这个要应该要接的，这被他一断，死的就不能走外面，死的太大了，对，这个是要接上。黑棋现在敢不敢自己叫吃，这是对黑棋一个考验。这个打吃我觉得黑的没什么收获，嗯，白的更厚了，对，应该还是会在这里叫吃。对，那一旦黑棋做出这个决定，这个选择权又来到白棋，嗯，白棋敢不敢尝。嗯嗯，那我们现在先看黑棋敢不敢打吃，我们希望他打吃在这里，嗯，我们更希望白棋是藏出去，对，这肯定很精彩的一场大战。是啊，黑棋打了啊，那现在就看连笑了，整个连笑了，藏不藏，连笑还是挺喜欢力战的吧，应该是一个出了名的，嗯，对，这个战斗能力很强的棋形的风格的棋手了。对，我们能不能看到一场特别激烈，这个双方都没退路的战斗，如果往这一藏的话，对，连笑还是在冷静的考虑藏不藏。嗯，对，这也跟形势的判断有关系。对，如果他觉得就是这样他也不错，那他有可能不愿意去在这个地方跟黑棋决胜。是，这个藏实在是有点复杂啊。嗯，是跳这个吗？跳这个，对，我觉得可能就曹老说的从这边连肯定是应该的，不然我这种好像被你一走我有点，嗯，也就是说这一带会到底战成什么样，就是他基本上这边是拐，我是要搬的，对，并且我也可以把它搬掉，关系不大，那一跳，嗯，现在他还不见得直接走这个，对，搬住，或者我把你冲吧，马上就冲，对，哦，这个也是完全进入了看不清的一个状态，是，哎，你要搬这个也有可能，也可以成立，嗯，其实看上去觉得白棋比黑棋稍微轻一点。对，嗯，你指的轻我是很同意的，嗯，就是白棋这一带是可以死掉的，对，如果黑的特别损，那你收气吃掉，嗯，那么黑白棋这个先手把这处理好包围住是可以的，嗯，要对，哦，有点失望吧，嗯，打了这是，尤其是主要我们对连笑的这个印象还是非常喜欢战斗的，嗯，所以嗯，他的这个选择就有点像均衡棋手的这个感觉，但是这个是半决赛啊，还是棋手还是有点压力的，嗯，是蛮重要的，慎重对，还有就是说他会不会觉得形势还可以，形势对肯定，那肯定的，肯定是连笑的白棋判断形势还可以、嗯，所以他是选择这个妥协的下法，嗯，如果这样他觉得如果觉得不好了呢，肯定藏出去，嗯，这个肯定藏出去，是，啊，这个黑棋飞下去了，是，飞下去之后白的这个冲断是不行的，它气不够，嗯，好像黑棋下什么都行，这个都行，嗯，因为这个地方冲黑棋就退，对对对，也没有用，是，嗯，啊，所以他是挡了，嗯，挡了还吃的也不太大，他搬接，对，那就这样，这样，搬接上，嗯。是这样，你还接上吗？嗯，那以后接上我现在是哪个大？这个大吗？嗯，这个其实也挺大的啊。对，这个或者是这个是都很大。哦，这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拐下来，曹老师这个地方呢，一个扳呢，你觉得这棋形有点讨厌。对，这好像点你的先手这扳虎，白棋的联络也不是很完整。对。这个地方就是说，或者说就是白棋搬这个时候，黑棋不搬下来，黑棋搬这个，哦，先走，这样我更软了这个地方。不过这棋是这样，白棋点掉，对，接上，好，嗯，要不有，这我还有冲断呢。哦，是，嗯，这个白的好像不怕，挤这个。挤这个，白棋能赢那么多了吗？是挤这个，这二路都不搬了。这个二路搬太大了。这个木啊，这个木啊，对啊，这个木啊，搬这个呢，
从联校的角度来说，现在我有点看明白了，他就是怕黑棋在这里翻、啊、往里走，对，嗯，但是其实不是太怕，我就接上这样，嗯，配这个接这个吧，嗯，这个是应该还行吧，不会太怕，主要这个跟刚刚咱们看的这个木差了20多目，感觉、嗯、他现在是挤这个的话，那我们看一下跟曹老刚刚摆的这个搬瞻相比，等于局部的目数计算是变成这样，嗯，这里面也没什么棋，对，哦，那这个双先的一个搬瞻有点，这个好像差的有点多，他是接上，嗯，这地方是要接的，否则断打就这一断打就出来，嗯。黑的是补在哪？黑的、嗯、走是肯定是要走的，嗯，不走的话一断，对，这个要冲出来，一走这个就行。白棋走这个，黑棋气、嗯、就不够，他要挤过，走完再走。好，补在。嗯，这棋都有点出乎意料，他是往这边翻。啊，补在上面。嗯。这个如果断的话，嗯，他可以先侯一个吗？先侯，你不能过，对，不能过，然后我把这个断了，嗯，嗯，走这个啊、哦、那就白的再从外面吃，还是怎么吃啊？白的走，这吃你后手啊？啊，你走吗？你吃完吃我吗？嗯，吃我你是可以，不吃我又吃回来了，所以又有断点了。嗯、哦，等于就是我必须当天在这定型，我要不定型，您就先手把我这个给布住了。对，就是黑棋这个是先手。嗯。所以关系不大是吧，所以他这里是他断了，现在实战他断了之后，白棋是搬在这里了，嗯，黑的虎，然后啊这黑棋搬在这里，对，这白棋不用下了啊，白棋下我看见了，他爬在这、嗯、啊，就收控了啊、哦、但这个局部断这样的话，这个手棋飞下来，黑的还是吃了不少目啊，嗯嗯，白的这一带也有点气，还是有一点点紧，嗯，这样要判断一下，是这样，白棋这块空比较大，嗯，43目左右，嗯，然后右上角六目左右的吧，再说一目吧，起码。嗯，49，加上这样，快，十目强啊！嗯，那么这地方我走这个，你是下扳接吗？扳吗？嗯，嗯，扳接，扳接可以。嗯，扳接还挺简单。那不管怎么说，就是白棋这个力是先手。嗯，我一挡，那我你不走，我一挡要把你吃了，是吧？嗯，对，那我是不是可以站在上面？对，是可以站在上面。对，这样就有力先手，这一带加是没有的。嗯，那就是十目要多一些，感觉啊，十目多一些。嗯，这样，白棋可能60，黑棋走这个，白棋走这个了、哦，是吧？对，刚刚是这两步。对，嗯。现在我们的监视器被徐家阳的脑袋挡住了一小半，是，但是这小半很关键，现在就在下棋的那地方，对，然后哎呀，看见了，是这样，给了一点点啊、哦、把这个，他是听见我说他也脑袋流出来了，嗯嗯，这个是相当于黑棋要把这两目
给防住白棋的一个扳扇，但是这个房子它气比较紧，上面那个断点如果能够成立的话，这个断点白棋能成立，黑的气就紧了。哦，曹老他们这边顶过一下啊，顶过一下，看挡住，把这个口护住，这下还没打。对，这是要顶，不顶是他顶一下，木梳上有差别。嗯，是的。嗯，这个棋是不是连下觉得形势好呢？嗯，我们刚刚看白棋等于是六十，有可能还要多。对，对，就是要多。嗯，那黑棋的木梳。黑棋这块空也好大，如果能这个打掉，这个能全围上，嗯，也是不得了啊。十，小五十末是吧？是的。四十五目左右了，这边还有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黑的有七十目左右也有。嗯，那还是挺白棋六十目，六十加，六十加，六十就是不知道这地方能多多少。所以可能胜负还是看黑棋这一带到底是围到哪一条线，对，然后谁先收官，能不能都围住？这个现在黑棋是没有，黑棋能加吗？这是挖了一个。哦，挖一下。他黑棋这个加能成立，那是厉害了。嗯。嗯，白棋立。但刚刚曹老说了，这地方白的等于先手，嗯，就是黑的不能轻易的把这一下气给，嗯，白棋给走掉。对，那如果白棋虎先手，他没意思，这好像没什么，对，会不会亏？我们拭目以待。嗯、对，没什么赚头。这如果是这个是先手的话，对，嗯，因为这个如果是后手的话，黑棋马上就产生手段了呀。嗯，对的，就走这个，你只有走这个，他就度过了。是，有一个。不过你这边渡过之后，这个地方被白棋挡下来，你这地方杀气你是杀不过的。嗯。啊，黑棋这个打掉了。哎、嗯，黑棋打掉就准备收控的意思，这个加是就加一下放着呢。可能是读秒的争取了一下时间，嗯、但有可能亏这下主要是。对，有可能亏。说不定就是亏了。嗯，但是挡完这下，因为气马上就变紧。对，要补，他是补了。他废在这里。嗯，现在还是就看中央到底围成什么样。补的话，这个地方的味道还是不太好。嗯，就是，嗯，假如争执有利，他断进来一个，或者是点一个，你假如接上，那这一带这个点就有用了。嗯，你扳住的话，我现在。就放最蹦的了啊，就是按，就是打是，然后就压进来，就有用了。这个是有用的，否则的话你压进来我就一断要对再尖我就吃上面啊，对再尖我就可以补外面。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看了啊看，哎那这样的话，白棋是不是可以先问问应手？对是白棋，比如。怎么是可以什么时候是可以问一下？一个现在是这样，白棋压的是黑棋冲一个。啊，这个应该要挡。还没挡，挡了。没挡啊，挡。挡住了。其实这个加是不是也蛮大的这个关子？嗯。不加因为被他这一次，他有点先手的意思。对。这可能要逆收好几目。他得扳住吗？那现在曹老师不是他意思就是你都走不到了，你走我就一沾。意思是走不到，对。嗯，我就都应该是走不到，走得到的话，那这个。嗯，啊，这是扳的。白棋扳住。嗯。那白棋怎么扳呢？白棋。白棋。扳进去是没问题的。嗯。他会接上。对。你如果接上。他能不能再扳住？都黑的人这个程度成功，黑棋应该控好吧？嗯。这样的话，你看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七、二十、三十、三一、三二、三三四、
四四四五四七是吧？四七五十五一五啊，五十二目，一起五十二目很可怕了，这有十二目。嗯。六十四。六四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七七三七四七五，其实我们还强一点点，毕竟应该这个种种的，你这个有吃，这个也。啊，对，也欠的木。嗯。而且这块木没长，四十五木，现在可能长一点点，四十五木左右。嗯。那块六木五十，四十五木，五十一，五十一，嗯，二十木强一点，啊、哦，二十木呢也有七十，稍微强一点，对，也有七十木有了左右，嗯，不过黑的有八十木了，嗯，就粗粒的点一下的话，对，好，黑棋至少不差，还是挺。这个地方不，这个地方如果这么简单收是这样，白棋啊，白棋想先把这个能刺到还是很舒服的。嗯，对，逆收了两三目，哦，黑棋冲，哇，这个地方看起来味道相当的不好。对，但是这个冲一旦白的要是只能挡黑的，是不是就要对要补到外面了哈？就黑的理想是，对，因为黑棋现在是这样，这个冲。嗯，这样他是准备吃的，好，你吃这个这样了，你来出棋，当然我可以端在外边，如果准备这样下我可以端在外边，嗯，就是这样，这棋他可以，哎，对，就是我怕万一打不着的话，哦，okay, 就算局部是这样，应该是没棋，没棋啊，就撑住了，黑棋是一个很看起来很薄，但是刚好撑住的棋形，对，因为这地方不黑棋不冲这个的话。黑棋太萎缩了，嗯，如果是粘上，哎，对，粘上那个太萎缩了，对，那白棋这边该怎么下还是一样的，嗯，对，等于这个地方就白差了，嗯嗯，所以他要冲反击，嗯，但这个地方就是要看有没有棋，对，要看有没有棋，对，如果是黑棋能撑住的话，那可能这个尖有可能又亏损，黑棋是吧，嗯，就是主要现在白的挡是不是黑的还黑的就补在这种地方，对对对，挡是先是先是，挡是先是。看一下白的现在断，断应该黑的会吃掉，嗯，不吃冠子损失太严重了，是，应该只有吃，不吃这个木好像一下子就没法看了啊，对对对，这个不能了，嗯，那吃是必然的，就是看现在这里有没有棋，嗯，好像没看出去，是，这边能不能？实在是不想挡回去，挡回去就刚被他接在这里了，嗯，这好像，啊，是接在这里是吧，对对，那这个是不行，这白的搬不进去了，等于，啊，白的不能现在搬进去，搬进去现在没问题啊，就那这个木被冲一下，这样，嗯，二十一，如果还是粘，是不是只有粘？嗯，他没信心走这个吧？走这个，他要挡住也是先手，嗯，这样的话挡住是后手，嗯，这个就差了好几目，好，就是那现在挡住后手了，哎，点，这个点像是一个好棋的样子，嗯，因为。你接上哦，他这个挡住是先手哦。如果黑的再走外面的话，先挡住。嗯，如果我走外面，他这个是要出棋了吧？对，对，这个就出棋了。给大家看一下。对，这样就出棋了。嗯，再打吃。对，等于刚好用一下粘的先手。嗯，对，这个就用着了。对，嗯，这个粘是先手。嗯，本来这样的时候是没有棋的。对吧，你现在走这个，嗯，他可以走到别的地方去，就这也没有，嗯，现在点着一下就出棋了，哦，他这个就是这个点的用意，嗯，黑棋只能接吗？也还有别的想法吗？有没有，哎，他走了这个，嗯，这个就是为了防止黑棋就白棋施展这个挡的先手这样的一个应法吧，嗯，
他白棋这个地方是施展这样的手段，他现在见招拆招，黑棋就是把这很明显就是为了防这个挡先手。那这一带有变化吗？这一带，这带就是黑的气也变紧了一点。我这是有个断，这个断的话你接小尖，对对，然后。看上去黑的味道也挺也很不好啊。嗯，不过你走别的方向一段好像没什么味道。嗯，所以这个白的要接上，就看能不能搬进去。应该焦点说下一步能不能搬进去。哎，对，这个就这样了吗？对，点了一下，这个没有，实战是点了一下，这个也没打，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打当然是亏的。亏的，对，先不打，然后他接上，他搬过，不过。假如白的就这么收官的话，我觉得黑的形势会好一些。嗯，从进程上看，全局形势是好一些。对，还有那么这个棋能不能搬进去是个问题。如果黑的断，首先这个长是先手。嗯，这个长。长我就急打，长黑的只有贴。他不贴是不行的，不贴这一段走外面，对对，这一段就打了。对，打了这个也不能紧住气，这边一冲，就坏了。那边冲下去，这地方一冲也破。是，白的就可以先断一下，问一下黑棋。对，他应该黑的是走这个，然后一长是先手，不走的话他是这里一脚吃。嗯。再一打吃，然后再一击再一击吃，这样就坏了。所以现在到底是能不能搬进去？是这盘搬进去是先，但是他它是黑棋就贴住。你现在这边呢，这个弧也是看不见有用的。这个是我气不够。对，那么是要想贴。这也是挺复杂的。这个搬是不是还有点味道？好像还是有几吃，这个、是不是？这个味道太坏。其实有点。黑棋下什么？黑棋下。不好走。像这个，像这个气也特别紧，打次这个都可能都有问题，走这个。那我这样贴过来也是有一点点。脚吃。我能不能？虎这个吗？对。虎这个。这样我马上这边有冲，对，这个味道很坏啊，特别坏，是的，这个有点看不清，但是黑的是断进去了，白的也搬，黑的是也断进去了，对，这个地方要分胜负了，这地方这么白好像要出棋的样子，断进去。不断白的是不是也没，这黑的也没什么别的想法，这个是现在还没有，好像没法收这个局部，差太多了，就退一个就不行，肯定输。退，对，这跟您刚刚那个，对，他一接上不行，他能搬这个吗？搬这个也不太行，是吧？搬这个我接上你已经亏多了，只能退，对，这样，那已经亏多了，那就粘不行，粘是先生。他还有别的想法呢，但是呢是可以。这个好像黑的也亏很多啊。实战这个地方真的是，看看能不能出棋了。他断进去了，然后白棋在这个地方挡了一下这个，地方黑棋接上了是吧？对，接上还是想啊，接上，对，应该是接上。白棋叫吃。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打将，白棋在冲，黑棋尖，白棋还接上，对，黑棋现在只有先断一个了，对，我的气要不够了。其实现在这每一步棋都是在为了这边争取时间，用时间，对，
我们也再帮他想一想，这个尝出去到底有没有起？对，味道很坏，我要先掰。我觉得这下断还是有必要。断要断，断要断。对，要断成这样。断完，断掉，你贴我就掰一下。嗯。啊，这个是不行，不要冲掉太久的。十。我只有吃这个。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这边定型掉的。定型掉也行，这样定型掉。对，我就交换到这样。这样有点问题吧？会不会、哦、会不会有人来看看啊？因为我想要这个断线手，我怕虎您吃我，然后把我从外面挡住。就这样，先交换掉是吧？嗯，然后再虎一下。这是个什么杀器？这样你只是回去的，嗯，我肯定得吃啊。我得提个，还是我不？这边不是主要、问题矛盾，对，走这个。这样你把我弄掉了吗？我走一个，这样你很危险。嗯。哇，一个，你吃这个时候我冲出去了。哦。对，黑的起，黑的或者单拉可能也行。啊，而且他是断了一个，哇哦！我已经看见了最不愿意看见的一步棋。嗯，走了一个之后，放弃了。对，黑配棋。那就还是他觉得没有棋，连下觉得没有棋，放弃了。但放弃了这个棋，这棋这样的时候，我们放到这还没不全部拿掉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就虎这个，虎这个。你说什么？吃走这个我是可以去啊，您的意思就我走不到这个，走不到这个哦，那确实，因为我单走这边，你一顶就回去了，哎，对呀、啊，对，一顶就回去了，一顶就回去了，你现在然后嗯，然后我吃的话，我就把这接上、哦，等于这边不是主要的问题，现在哎，我能不能扑到这，怎么？次序怎么走是吧？扑有可能可以、嗯，好像也对，这样我是不是蹭住？蹭住吗？我刚看有是不是蹭住？对，有个扑是吧？对，有个扑了再扑，扑是好棋，扑、嗯、扑了你就接上就行了。对，就是扑了，等于我在靠这个扑、嗯，这样黑棋好像是刚好。撑住了，对，也有可能啊，嗯、这正好不行，也有可能。但是这棋特别特别复杂，我觉得连笑肯定也经过计算，没觉得他行。对，像他这地方其实争取了很多下时间。嗯，那他等于实战是算了，他是把这个粘上。啊，哎呀，这个粘上。哎、但是先搬了一下呀，真的是粘上。搬一下也亏了。对，粘上。这个退，这个下面走。现在实战等于下成这样，然后摆。他这棋是退是吧？不能走成这样、嗯，他就有个够。嗯。不能走这吗？想走这。我觉得好像可以吧，他是退在这、嗯。对，那这步棋报就是嗯，透露出黑棋现在形势肯定是。现在形势好。对，白的是搬了一下这个。啊，然后断了一下，那个 断这个，嗯，现在断还有啥用啊？黑的都补在这儿。对。哦。那这样就只能收官了，白棋。啊，收官了，对。嗯。我们等得空可以看看这个双方的目数到底怎么样。嗯。不过操劳，我觉得这手棋黑的一定目数还不错。对、嗯，我也觉得是这样。对，不然我们刚刚这个很想补在这儿。嗯、对。对，他补在这儿了嘛？我们对，先看一看他们的收数。这个都是打尖吗？这个、就是，那、嗯、是打尖。黑的就吃吧、嗯，没什么东西。没什么，对。嗯、现在官子大的地方，这个挺大的。嗯。还有，这个挺大。嗯。哦，黑的吃住。嗯。白的还在想。
不过这样回头看黑棋这一代围得好大，嗯，全围住了，对，连就是边带中府是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空，是啊，白棋就走这个了啊，拐一个大，对，拐一个是大的，嗯，带黑的冲一下也不亏，这个冲也、嗯、也很大，对，冲一下，冲一下大，嗯，也是逆手好棋，六，嗯，八，九，哦，就是冲的，一起冲，嗯，那曹老，我们现在大概给的棋友们看看目数十怎么样？好，这块空现在多了一点了，是吧？嗯、应该稍微就有个拐的话，应该是四十五目有了，嗯。我看一下，四十八目吗？嗯，是，二十，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五，三三三三三，接近于四十八目。嗯，这是六目。二十一，二三四，黑棋。白棋是六十五目肯定不到，现在哦，那就是这一带还是缩水挺多的，中全部，嗯，那听起来这个数字替白棋捏一把汗，黑棋十六十五目有六十五目左右吧，嗯，我们看看他的官职现在是、嗯、白棋粘了这个，白棋粘了这个、嗯、啊，这个有六十五目肯定有了，嗯，六十五目强啊。多了两目，六十七目，当中有个劫，是，冲在这，嗯，但如果六十五的话，黑棋这一块就拐一个吧，然后，嗯，哟、啊，他走的都是厚的，这是抢先手，这有个劫，嗯，嗯，黑棋。黑棋七十五目肯定强，嗯，白棋好像也是六十五目强，是吗？嗯，但这样的话，接近十目的话，白棋十目不到一点，嗯嗯，想收回来，当中有劫，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这样的棋呢，对，还是白棋欠一点，嗯嗯，但如果白棋这个地方要补的话，就是黑棋先收官。哦、那这个十目就是十目弱，应该差距还比较大，但是提应该比较小。他提了一个，嗯，黑的硬一个、啊。现在感觉白棋还是像这种地方多少都欠一点，嗯嗯，所以好像目明显就是徐家阳的这些相对厚实的选择，对，还是基于对形势的判断，对。年轻棋手现在这一点挺厉害的，嗯，你不要给他就是有简明获胜的机会，嗯，这样机会他不会错过，是，好，白棋是补在这儿、嗯、把这个欠下的几目嗯救回来，但这样还是黑棋先手收官，嗯，黑棋是什么地方大现在，嗯，这个吃掉当吗还是藏进来，藏起来不小，走一走，说不定逼迫白棋还是要回去、嗯、啊，就吃，就吃是吧、嗯、吃最扎实，白棋会吃一个吧，上面，嗯，那黑的就粘上，嗯，正常收官就是应该就黑的稍微好一些，嗯，是，嗯，现在连笑的节奏也慢下来了，嗯嗯，没有粘，但从后面来看等于黑棋、嗯不仅这个地方吃到了、啊、还在这个地方边带角啊、嗯、这个黑棋收获太大了，对，围得太壮观了，对，
所以也难怪在这之前白棋的连线啊有优势意识。对，这个地方还是想选择一个简单一点的。嗯，但是他可能忽略了就是中央还是有点薄。嗯，所以至于他在这一代的选择就是比较亏目。是，嗯，亏很多。中间当中最后的那一下就这个地方他还是没进去搞一下。对，特别复杂的棋。嗯，还得粘上。只能说我们从事后的角度来看，白棋肯定是非常的不满意，就被黑棋这边围这么大，那边还吃得很，也很实惠。好，搬粘，这个黑棋还可以粘得住。一般。嗯，应该粘得住。20，这是白棋的权利。是。白棋还没走。黑棋也没打。嗯。现在是最大的。嗯，这个应该总是会下成这样，应该。对，这个，嗯，接着呢？接着哪边大？十，贴住一个，贴住也有一些目，对对，贴住完马上这个挤也是，嗯，嗯，现在是下到粘，黑的应该会走这个。黑棋现在有点时间，嗯，他就在点目吧，我想，这个是职业棋手的习惯。实际上点目的话，假如没时间的话，就千万不要去点，就到最好的下午。嗯，是，因为有的时候像比较复杂的棋是点不清楚的，对，你可能一遍一遍的结果不一样，对，反而会干扰你。你点也好，不点目也好，结果总在那里了。是，就是挑最好的下。嗯。哎，没有粘，拐这个。啊，这个是先手。我觉得这个打。不，这个总体白棋也不火，分分段的话会被冲穿。啊，这是先手。嗯。那还是打，那刚刚这个贴本身逆收也很大。嗯、对。拐一下。还是要切回去吧，没。嗯。中间就是搬了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关子。嗯。搬我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确实有可能。嗯，现在应该根据我们刚刚的判断，应该是白棋要拼搏的姿态。对啊，所以拐一下可以了。不一定搬，对。嗯，回来。回来了。挑简单的还是？那这样，这个走完，这边就不太大。嗯，吃这个顶了提掉当，不小。嗯，不小。接上的话，等于是一目、两目、三目、四目、五目，五目强了。嗯。这不小啊，对，就提掉。哎，提掉，提掉，反正留个记，反正也基本上他会走，可能。不然这边啊，但会出棋吗？棋好像没有。对，点不到这一下。嗯，棋倒是也没有，但是黑的这个本身就大。对，这里一目，这里一目，两目，再加一个叫吃，两目强，先是两目强。对，关键还厚。现在这个关子。哎，走哪？办，这也是一个将吧？啊，这肯定是一个将。搬、嗯、先手搬。嗯。对，我们可以看到，到现在许家阳的这个落子还是一直都卡到最后的。对，也是心理素质非常好。到八的时候才下。嗯，完全不担心自己有出现这个，说明他确实读秒读太多了，就是对自己非常的信任自己。因为我之前听，嗯，对，就挤的这个。我之前听一些其他棋手说，就经常看许家阳，就是优势而且很大的情况下，他最后还是要读到九再落子，就旁边的人都心里捏把汗，生怕他摁不过去，让他自己。毫不担心。其实这习惯不算太好，我是觉得，嗯嗯、因为现在我们用的这计时钟啊，嗯，确实就像你说刚才的情况，就有摁不过去的情况，嗯，那不就超时了？是，那就太冤了。机械的东西你不能100%的信任它，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问题。
并且这个问题是出过的。嗯，啊、是有过的，并且概率并不是说很低的。是，所以这样就很亏。如果你的形势又是很明显的话，对对对，嗯，这个要读过吗？不见得读过，嗯、一目两目。三步，看看这是猴子这边啊，猴子对啊，是这个，对对对对，接上，嗯，反正过了倒是挺厚的，这个或者他就这边连一连也行，对，走这个挡住打吃，这个挺大，可以把这个退回来之类的啊，这个是吧？这个也不行，嗯，反正都挺大，这个就瞄着中间断了整个的白棋大块是。有劫，啊，就是他老说的，嗯、先把棋走后，那就打吃掉、嗯，这个不用保留，这个特别舒服的一打吃，这样确实不会度过，度过还是小，嗯，他要接，先要挡，再要接，嗯，现在他又没挡。那更没有解了、哦、没挡没挡，好，我看他手势应该在上面打了个将、啊、在这一带，嗯，我们等这个待会儿许家亮把这个下面让出来，这个脑袋让出来是吧，嗯，反正看手势是在这一带走了一个，应该是打了个将啊，那许家亮还没露露子又在点目，对，一定要读到保持他的这个风格、啊、自己的风格啊，打这个、啊、嗯，就接了一个、啊，这个感觉已经算落子偏早的了。嗯，对，这个确实是，这个应该要挡住，嗯，这个两位棋手还是都在点目、嗯、对，嗯，但根据曹老刚刚的判断和我们看后面官子的眼镜、嗯、现在应该是黑棋要拿下这盘棋，对，好，就是挡住，黑棋就吃一手一手，连笑和许家阳是他们在的这个主都有哪些强手，曹老他们等于是交换的下的、啊、等于就是说是交叉，对，等于 A 组 B 组、啊、两个互相交叉对的、啊、对对对，嗯，等于说我们许家阳跟顾子豪是一个组同时出现的，这个许家阳是小组的算排第二还是算什么、嗯、也不好说，曹老咱们这个比赛特别有意思，他是这样，咱们不是从一开始就挑战嘛，是，然后有一个守擂的，对对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等于就是咱们活到最后的这位棋手和整个攻击的就是攻擂的这样的过程中，然后胜率最高的，对，胜胜盘数最高的，对，连胜最多的人、啊、然后呢顾子豪这个组呢等于是顾子豪他把柯洁赢了之后，然后这个组就剩下许家阳是二连胜，所以许家阳跟他一起出现了、啊哦，等于顾子豪当时已经三连胜了、啊、他呢就是他对柯洁、就是、二连胜就出现，还是运气也不错，嗯，是，那个姜维杰跟连笑这个组呢、嗯、就是姜维杰七连胜，然后呢输给了连笑，跟连笑两个人一起出现了，不，姜维杰有七连胜吗？哎，没赢那么多、哦、没有那么多、啊、三连胜、啊、四连胜，我觉得好多，姜维杰有七连胜、啊、对，七连胜太多了，不会太多了，对，七连胜最近只是在那个中日韩的三国擂台赛、啊、对对对，范廷钰有过七连胜，对对对，我可能把曹好这队员的机会了、啊啊、我队员都是我的队员、嗯、对、嗯、这个范廷钰姜维杰都非常厉害，嗯，是，对，姜维杰最以最多胜率出现了，对，我想了一下确实没有七盘、啊、对，一共也没有这么多盘，没有，嗯，是的，不好意思，嗯，那我们看一下他们这个、这个、是冲过来之后，啊，是退，他是冲了又退回来。哦哦，白棋立的时候，他要确保自己的联络，嗯，要退回来，嗯，嗯，那这个白棋中央，这不是已经欠个劫？对，他得走啊，这个中间这个断点他得走。嗯，但走完这边反正是这有个劫，有个劫，嗯。那从招法上看，白棋现在完全就是在拼命三郎，拼啊，嗯，拼。他要走这个吗？我看他补在这儿拼，补在这儿拼，就一路过去，就算 这是什么？就算是通连啊、哦，他就反正打劫我也不怕你。嗯，那黑的可能就跳一下去。五、六、七、八，
接着跳一下。嗯，黑的线索太多了。在这也行，直接虎。嗯，他可以刺一下。嗯，然后好一点。然后他可以冲一下。嗯，冲了粘上。嗯。黑棋可以冲一下，因为单张上的话，这个地方被白棋走在这儿，这地方还有做一目棋，甚至于是做一个眼的可能性，所以黑的那地方要先冲一下。嗯，现在不怕白棋断，对，只有一挤，对，他一挤回来了。嗯，二十一，二是的，三四，所以冲这个时候白棋只有下这个，嗯，黑棋现在就下这个就行了。还有几段，黑棋这绝不能争得先手。是，劫财的话，劫财啊，看上去倒是，也不一定啊。这个断进去，这个多厉害啊！哦、这也不是劫了，都不是劫，对对对，等于白棋只有这种本身劫，只有那黑棋也有本身劫，随便冲一个也是本身。嗯，这边还有几个劫，嗯，就是等于白棋是只有找这种就是跟这块棋息息相关的劫财。对，嗯。所以早晚白的还是要补回去的，对不对？那现在就是这样，黑的要粘上。黑棋应该是粘上，还没下、嗯，因为走这个的话，让白棋先手补。这个是先手，这里就没断点了。嗯、走这个呢，白棋还补一个。对。主要是现在外面有大于这个一目半的，应该就这个了吧？这个就大了。嗯。嗯，或者就开劫，开劫是没必要。现在黑的已经是。稳操胜券是，嗯，是，那好像这个搬了虎就很舒服。对，啊，粘上，粘上，看黑的收什么？这个粘上哦，他还怕劫财，走这个的话还怕断这边有劫财。不，本身木肯定这个好啊。对，对，这个地方对有一点差别。肯定是这个好。七，还没有下。现在是黑棋下。黑棋搬进去吧，中央啊，对，这个地方听到了曹老的呼唤。嗯嗯啊，这个就太大了。是，因为这样黑棋确保自己联络之后，把这个木一破，而且白棋主要是先不说这个劫，你这边的联络也是马上要走的。这个白的也。所以这就是棋薄的一个问题，好像白棋的木会越收越少。对，就这一代我们看，对对对，曾经最多的时候，曹老有一个图判断能到快二十目，就到二十目。但现在我们看，就随着白棋去抢别的官子，然后慢慢的这块棋就被收到了一个八目，十目都不到。对，就再加上这两目是八目了。嗯，这个冲要打掉。是。所以七薄还是你要接上是十目。嗯，那这个棋白棋这一代有没有太大的变化？嗯，所以肯定没有本质的变化。嗯，稍微涨了一点点。是的。嗯，现在看。这棋没什么悬念了。对。嗯，白棋的连笑随时可能会认输。是。继续收。打吃一下。嗯。这个时候我觉得徐家阳也千万不要再读到读到八读到九，早就不要读到八九了。嗯，这个万一出现让自己后悔不已的情况。对，嗯，旁边什么都有。嗯，而且白棋毕竟中间是相当于欠了个劫，对，因为形势的关系一直在撑着这个劫，对，这个劫一直欠着呢。十，黑棋就走这个吧，没有什么是别的应手了，这个就最好。是，但是毕竟已经是下到了半决赛，我们可以看到连下还是要继续。争取一下，继续还争取吗、嗯、对，看看有没有可能。不过有的时候棋手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也是在调整心情，自己的心情。嗯嗯，
但可以说不出意外的话，这边的这个这场半决赛应该是许佳阳要率先闯进决赛。对，是的。嗯，摁钟了吗？看见连续好像摁了下钟，是不是表示投资人负了、嗯？对，我们看一下，如果他们马上会出现复盘的，这就投连续投资人负、啊，对，就把钟停了。是，嗯，嗯，对，是是。那这样的话就是啊，我们可以看他们好像也是对右边的这一带的定型有一些探讨。嗯、对。我是特别想看他们对中间，刚才我们摆了老半天的中间的那一带的棋形、嗯是会做一个复盘研究、嗯、到底有没有棋。这两位对决的表情明显就可以看出哪一位是胜利者。是，嗯，但现在这个角度的话、嗯、我们可能不太容易能够看到他们的就是棋上的内容。是，这个就我们就看到了，这是顶尖的、啊、对的。嗯，这盘棋布局阶段我觉得连续啊、哦、嗯这白棋还是很不错的。嗯，是嗯挺顺的。我刚刚看手势还以为曹老期待的这个中央要讨论，是吧？对，因为拿掉了那下段，中央他们怎么老不讨论？对，但是现在好像还是哎，好像好像就是这个时候。对，这中央这个味道太坏了。不过因为是这个也是本局白棋最后的一个机会。嗯，是的。嗯。看来他们还是对就是右边的定型上有一些讨论。嗯，是嗯，所以之前我们中央特别期待白棋长出来的战斗肯定是他觉得形势不错啊。对对，就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对，就是和中间被黑棋提了一个地方，对，拔花的这个地方。终于要往这摆，对，就是摆吧。我们期待很久了。连笑，你摆一下，断一个。嗯。这个地方对黑棋的气太紧了。嗯。但是呢，黑棋当然是不能容忍下边这个两目就不要。对。哦。嗯。还是会慢慢会摆到这个地方。他的意思是点方不粘啊、哦、直接往里走。对，这个也是可能有的。对，嗯，点方也蛮厉害的。总之这个地方总觉得白棋有更好的下法。对对对，实战还是被黑棋成的太理想了。整个他是边带中伏连片成空了、嗯、这个太可怕了。对，因为最开始其实是白棋先清消到的，然后白棋还有一些头、嗯、黑棋能够把这条边围成这个样子，是是，可能是连笑之前没有预见到的。对，没预见到、嗯、所以他也会，你要围边控中伏就要被破掉，总有一个是我的。但没想到这个中伏，那看起来中伏确实他们也没有直观的马上看到出棋的手段。嗯，还是在进行一个研究。对，嗯，哦，这个地方上方的二二那关子也确实非常非常大，实战是被白棋拐掉了。是，啊，哎，他们意思是说黑棋别冲了，尖就算了，然后这样。尖上吗？嗯，你看现在摆的是不是他们还是觉得冲完之后黑棋应该是有点破绽，就是撑得太满了。嗯，对。那判断一下，现在黑棋如果忍住以后，白棋粘完先手收官，这样。那这个还差好多的。嗯，等于这地方黑棋少，就是这地方白棋有可能能逆收个三目左右。对。嗯。他要打了，还能再进去吗？还能再压进去吗？断了吗？对，有断了。他打了一路打过来，一
灌进去啊、哦，黑的气也很紧。嗯，确实黑的几个地方的味道。嗯，哎，这可以压进去比较简明吗？对，哎，看他们白现在都过白了。哎，这白气可以断了打了压进去，比较简明是吧？嗯。刚才林下摆的这个图，是否白气是可以成功的？对。所以白气还是因为，可能快气的原因，在下面这一带的定型上，没有走出最好的下法。对，就是后来那样，就是让黑棋就是成空的效率可以说达到满点的情况下，嗯，大概也黑棋也只有盘面十目，也许还不到那么一点点，九目是有的。嗯，是的。所以稍微。白棋再进去一点点的话，嗯，白棋全局的形势就不坏了。是，所以可能再往前去倒推，就是黑棋在刚刚曹老推荐压过来厚实一点的这个地方。啊、嗯哦，那个就好。对，明显好像可能那一串缓了一点。对对对、嗯，黑棋是缓了一些。是。那白棋在中央是比较轻松的，得到了处理。嗯嗯，是的。这两位棋手。跟季洛的那个裁判在交流呢、嗯、当然不是问他对棋的意见，应该是问他 AI 对这盘棋的看法。嗯，曹老，这也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就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复盘方式。是嗯，因为他们在问他罗格兹格胜率的，对，胜率怎么样、到这个地方胜率怎么样。是现在好像因为有的时候咱们人类的视角还是跟 AI 给的不一样，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咱们人类棋手都觉得现在这个棋可能是黑棋不错、但是 AI 有可能会给你一个可能白棋还不错胜率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可能就是又去就着他的这个胜率去重新去思考探究他的一些下法。是嗯，现在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棋手会离开 AI， 每一盘无论是训练棋也好还是正式的比赛肯定都会去看他的胜率啊，然后看他的意见。是的，是现在一些职业棋手这个、他的习惯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下完棋马上就先看 AI， 对，先看 AI 对这盘棋的看法，再摆。嗯，是的，这个能单飞进去也是厉害的。对，他压被他扳住，这个地方黑的成空成的效率太高了。哎，是啊，曹老，您看这样其实飞很简明啊，飞也进去了，就明显黑棋就不可能像实战这样围住了。对对 对，确实。黑棋实战啊，空围的太大。对，等于全部撑住了。嗯，那其实飞成立也很简明，这样黑棋很明显的是不能够。就是尖了去扳住的，对对对对对，这个这样白棋就是肯定是全局是优势，不错的。这样的话说明连笑之前的判断还是对的，就是中央让黑棋提掉一个，就这个飞的旁边黑的在中腹提了一朵花、就藏出来的话当时就是一场混战，这个谁也看不清，连笑是没有选择藏，就让长出战斗吧，就让黑棋在中腹提了一颗子。不过这棋一个跟快棋可能有关系，一个呢局面还是有一点细微的，所以一旦某一个地方没处理好对的下法，对，出乎你的意料之后，那这个局势可能也要出乎你的意料。是这样的。那曹老回顾一下整个这盘棋的这盘棋，我觉得第一，这个现在就是我们看见了这个棋盘上的左下角这个定势，白的实控还是大，得了这么多地之后，白棋还是挺好下的，尤其黑棋的外势，由于被白棋的右边已经有了就是开拆了之后，它的用武之地并不是太大，被限制了，对，右下角这个定型。我觉得是白棋比较好。我没看过 AI 的那个判断，大概他可能更会判断是白棋比较好。我的直感是这样，因为实战那个黑棋的下法，这还有个断点，这盘棋白棋还没断上去，有机会断上去的话，可能黑棋亏得更多。对，黑棋就是说。
外事的话，说不定就是就是打个问号，是不是外事？这种地方你要打一个问号的话，这个效率蛮对，马上就有问题。嗯，或者企业们可以我们看一下咱们的棋盘，就是曹老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觉得黑棋还是要撑一点，就实战的这个下法效率还是不能满意。对，就是说的是这个病啊，这个病，因为尤其这地方，白棋。少了一手棋，他这手棋等于就放在这儿了。这个效率白棋太高了。这手棋是一手官子的棋，到我本局的老后边，白棋才下在这里。对，所以说他一直这里手棋就是没有下，放在这里了。这个顶势呢，其实是黑棋应该是吃点亏的。没有特别合适的全局的配合，黑棋轻易。不要下这个丁，本局这个状况不算太好。对，因为这个位置也是低位，对对对，然后这边也被白棋就是提前限制了，已经有这个开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一开始感觉是白棋好掉。对，还有就是咱们右上的这个定型，对，右上的定型挺难的，这是对，这是这个地方是一个难点，可以这么说吧。因为。就是这地方当时是这样的一个场面，这个有一个挂了。对，当时是这样。截上不过，就这样，这个还没有。然后我觉得这个连下这步棋下的很有意思。就自己接了一个。是。然后。黑棋是糊了，这个棋形在前几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棋形，是在职业高手中，首先是这个压的长就少，几乎就没有，几乎没有，然后这个接更是不可能看。我现在几乎也第一次看见这个棋形。那么这个棋形呢，我有一点疑问的就是，黑的为什么不跳？能不能跳？跳的话，这两手棋它是亏的。那么。更之前白棋也可以下在这儿，如果你手控，我就不用，是不用点一下，对，我可以保留这些。对，然后这个局部呢是，感觉上白棋对白棋走完之后，白棋就是有，它有两个选择，这个局面就活了。是。不过黑棋这一带也下的挺强。对，在白棋立的时候，他拆三是一步挺好的棋。引发了战斗。对，这棋黑的非要引发战斗才行，因为这个后四才有用武之地。对，跳，他这个防守一下。我觉得是这个是够了。所以就是转折点，应该说白棋这步棋应该过分了。这步棋下的比较凶。对，是这个之后的话，好像应该是黑棋比较有利。对。而且白棋局部的处理上，我们当时也在想，就有没有可能会有更好的？有更好的。对，实战的这个效果等于双被压住，然后还损了一下扳。其实从我们当时也没太看清，就扳一下的必要性，是吧？对，那总之下成这样，好像形势就逆转了。这个应该是黑棋好。对，这样。到这儿的时候。但是这手棋，我觉得黑的下的松了。我觉得应该是盖住它。盖住它这中间不容易出动。走这个的话，就像咱们这样，是这样，没有这样，这样对，没有这样，这少爬一个，对，是这样。这地方后来他走了之后，这地方产生一个点，对，这个处理还是有帮助。是，这样的时候呢，就很难说了。确实很难说。后面好像黑棋还是在这个地方步调有点慢，对，是比较进攻执着于对这三个字。对，是他的进攻不是那么有效。后来实际上中央的话，一度确实连下的判断是正确的，是白棋形势会有利一些。是，那我们最后呢也还是恭喜许家洋率先闯进了决赛。好，那我们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